之初，万物生生无息，神的江河就在这里，赐下生命。准备我们的心，开始今天的崇拜。请弟兄姊妹安静下来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开始今天的崇拜。现在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开始我们的敬拜。现在是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开始我们的敬拜。诗篇四十六篇一到三节说，诗篇四十六篇一到三节话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改变，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澎洪翻腾，其中的水虽攀滚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，我们也不害怕。接下来，我们请大家同心来向我们的神献上祷告。接住落嚟，我哋请大家同心嚟向我哋嘅神献上祷告。祷告后，我们接着用主祷文继续祷告。祷告后，我哋接住用主祷文继续祷告。
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。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。感谢你带领我们。感谢你带领我们。从过去一年多的艰难岁月中走过。从过去一年多的艰难岁月中走过。我们身心疲惫。我们身心疲惫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要寻求你的保护。我们要寻求你的保护。因为我们知道可以在你的面前找到安全和休息之处。因为我们知道可以在你的面前找到安全和休息之处。无论生活给我们带来什么。无论生活给我们带来了什么。我们相信你都会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相信你都会与我们同在。你会一路指引我们前行的道路。你会一路指引我们前行的道路。如果我们迷路了。如果我们迷路了。你就会撇下那九十九羊。你就会撇下那九十九羊。无论我们在哪里。无论我们在哪里。你都会找到我们。你都会找到我们。那时你因找到我这一只迷路的羊而欢喜。那个时候你因为找到我这只迷路的羊而欢喜。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。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更大。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永不止息的爱。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永不止息的爱。亲爱的天父。亲爱的天父。你真伟大。你真伟大。你的荣耀高过诸天。你的荣耀高过诸天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处境无论如何艰难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处境无论是多么艰难。都无法与你的伟大相比。都没办法和你的伟大相比。天父，感谢你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。天父，感谢你使到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。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。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。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。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亲爱的天父。亲爱的天父。我们祈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可以看到你的荣耀。我们祈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可以看到你的荣耀。开启我们的耳朵，听到你的话语。开启我们的耳朵，听到你的话语。求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。求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诗篇第三十篇第五节。诗篇三十篇第五节。因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。因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。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然有哭泣。一宿虽然有哭泣。早晨便必欢呼。早晨便必欢呼。诗人大卫做了这首诗歌。诗人大卫呢做了这首诗歌。他理解神对百姓的心意。他理解神对百姓的心意。神和人民立约。神同人民立约。神无条件单方向的爱世人。神无条件单方向的爱世人。大卫曾因为陶醉于属世的成功和骄傲而犯罪。大卫因为曾陶醉于属世的成功和骄傲而犯罪。他感谢神的饶恕。他感谢神的饶恕。下面让我们享受下面的敬拜歌曲。下面让我们享受下面的敬拜歌曲。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圣灵啊，求你来。
走在属神之翼，你医治我的灵，使我生命再次绚平安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叫信靠顺从神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信靠顺从神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。主啊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能看出你律法和话语的奇妙，使到我们能够看出你律法和话语的奇妙。奉主耶稣名求。奉主耶稣名求。阿们。阿们。请先听我读出一段的圣经。请先听我读出一段的圣经。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八到十四节。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八到十四节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天，但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，众人就离开扫罗散去了。扫罗说：“你们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。”他就献上燔祭。他刚刚献完了燔祭，撒母耳就来到，扫罗出去迎接他，向他问安。撒母耳说：“你作了什么事？”扫罗回答：“因为我看见众民都离开我散去了，你又没有照所定的日子来到，而非利士人正在密没聚集起来。”我心里想，非利士人现在就要下到吉甲来攻打我，我却还没有向耶和华求恩，所以我就勉强自己把燔祭献上了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你做了糊涂事了，你没有谨守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的命令。如果你谨守，耶和华就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，直到永远。”
但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为自己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作自己子民的领袖，因为你没有谨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这是神的话。这是神的话。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从撒母耳记上看扫罗王的失败。我今天想跟大家从撒母耳记上看扫罗王的失败。什么让他失败？什么让他失败呢？如果我们能从别人的失败学习我们如何不失败，如果我们能够从别人的失败学习我们如何不失败，那是最好的。那就是最好的。不用自己去经历失败就走上成功的道路，不用自己去经历失败就走上成功的道路。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。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的王。在他的一生中，在他一生中有好多机会给了他，使他能成功。有很多机会给了他，使到他能够成功。但他都失去了这些机会。但是他都失去了这些机会。他人生开始的时候是灿烂的一片光辉。他人生开始的时候是灿烂的一片光辉，但结束的时候呢却是悲惨的。但是结束的时候却是悲惨的，一片黑暗，一片黑暗。主要是因为他不顺从神。主要是因为他不顺从神。他不顺从神是因着不信靠神。他不顺从神是因为他不信靠神。所以他恐惧自己失去自己所拥有的。所以他恐惧自己失去自己所拥有的。就先下手为强。就先下手为强。用自己的方法去达成想要的。用自己的方法去达成想要的。自以为是。自以为是。滥用权力。滥用权力。引致道德的堕落和摧毁。引致道德的堕落和摧毁。如果我们看早期的扫罗，如果我们看早期的扫罗，我们会看到他是有一个好的开始。我们会看到他是有一个好的开始。扫罗被撒母耳高立为王的时候，扫罗被撒母耳高立为王的时候，曾经被圣灵浇灌，曾被圣灵浇灌，被圣灵感动的，被圣灵感动的。请一同看撒母耳记上十章十节。请一起看撒母耳记上十章十节。扫罗到了那山，扫罗到了那山，有一班先知迎面而来，有一班先知迎面而来，神的灵大大感动他，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，他就在他们中间受感说话，他就在他们中间受感说话。还有另外一个时候，还有另外一个时候，亚门王威胁要挖掉基列雅比人的右眼来羞辱以色列众人。亚门王威胁要挖了基列雅比人的右眼来到羞辱以色列众人。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第六节这样说。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六节这样说。扫罗听了这些话，神的灵大大感动他，他就非常愤怒。扫罗听了这些话，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，他就非常的愤怒。结果呢，扫罗带领以色列人击败亚门人。结果扫罗带领以色列人击败亚门人。他早期是个谦卑有自律的人。他早期是一个谦卑有自律的人。当扫罗被挑选为王的时候，当扫罗被挑选为王的时候，他去躲起来的。他却去匿埋的。神的话这样说。神的话这样讲。撒母耳是以色列众支派都进前来。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都近前来，抽签抽中了便雅悯支派，抽签抽中了便雅悯支派。他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家族近前来，他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家族近前来，抽签抽中了马特利族，抽签抽中了马特利族，再抽签抽中了基士的儿子扫罗，再抽签抽中了基士的儿子扫罗。众人寻找他却找不到，众人寻找他却找不到。于是他们求问耶和华，于是他们求问耶和华，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，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。耶和华说，耶和华说，他躲在那些物件中，他躲在那些物件中。他不是想要出风头的人，他不是想要出风头的人。当有一些的匪徒藐视他的时候，当有些匪徒藐视他的时候，他不理会他们，他不理会他，他不计较他们的恶行，他不计较他们的恶行。神的话记载说，神的话记载说，扫罗也回基比亚自己的家里去了，扫罗也回基比亚自己的家里去了。有一些勇士与他一起回去，有一些勇士与他一起回去，他们的心都被神感动，他们的心都被神感动。但是有些流氓说，但是有些流氓说，这人怎能拯救我们呢，这人怎能拯救我们呢，就藐视他，就藐视他，也没有送他礼物，
也没有送他礼物。扫罗却没有说什么。扫罗却没有说什么。扫罗击败了亚门人之后，扫罗击败了亚门人之后，众民啊要为扫罗报仇的时候，众民要为扫罗报仇的时候，他不让他们这样做。他不让他们这样做。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。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。众民对撒母耳说，众民对撒母耳说，那说扫罗怎能做我们的王的是谁呢？那说扫罗怎能做我们的王的是谁呢？把那些人交出来，把那些人交出来，我们好杀死他们，我们好杀死他们。扫罗说，扫罗说，今天不可以杀人，今天不可以杀人，因为今天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的日子，因为今日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的日子。扫罗为什么会走下坡呢？扫罗为什么会走下坡呢？是他被抬高之后的，是他被抬高之后。首先被抬高之后呢，可以是成功或者失败的开端。被抬高可以是成功或者是失败的开端。有一些基督徒像扫罗一样，有些基督徒好像扫罗一样，本来很热心，本来很热心，宽容，宽容，很谦卑，很谦卑，但一旦被抬高，但一旦被抬高，便立刻骄傲起来了，便立刻骄傲起来了，失去了卑微时所有的一切的美德，失去卑微时所有一切的美德。其实做王或者被抬高的是值得羡慕的事，其实做王或者被抬高是件值得羡慕的事，但是它并不代表成功，但是它并不代表成功。被抬高不过是另外一个高峰的开端，被抬高只不过是另外一个高峰的开端，可能是大成功的开端，可能是大成功的开端，也可能是大失败的开端，也可能是大失败的开端。它使我们得着机会可以被主大大使用，它使我们得着机会可以被主大大的使用，也使我们可能落在更大的试探中而招致失败，亦都使我哋可能落喺更大嘅试探中而招致失败。所以我们不要急于争取更高的地位或者权力。所以我哋唔要急于争取更高嘅地位同埋权力，而应当先追求可以承受更高地位和权力的灵命。应该先追求可以承受更高地位同埋权力嘅灵命。我记得杨庆筹博士分享有关各培里牧师的生涯的时候，我记得杨庆筹博士分享有关各培里牧师生涯的时候，他提醒我们说，他提醒我们说，当人有地位、权力、名誉的时候，当人有地位、权力、名誉的时候，很容易会跌倒的，很容易会跌倒的。各培里牧师呢，对金钱与性的引诱方面呢，是站立得稳的。各培里牧师对金钱同埋性嘅诱惑呢方面系站立得稳嘅。但在地位和权力的引诱方面呢，却留有空间。但系喺地位同埋权力嘅引诱方面，却留有空间。我们对付这些引诱的方案是要随时靠近耶稣。我哋对呢啲引诱嘅方案系要随时靠近耶稣，随从圣灵的指引，随从圣灵嘅指引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消灭圣灵嘅感动。今天我们要从两件事情上看扫罗的失败。今日我哋要从两件事情上睇扫罗嘅失败，希望从中得到一些的警惕，希望从中得到一啲嘅警惕。这两件事情呢，都与献祭有关。这两件事都同献祭有关。第一个事件记载在第十三章。第一件事记载在第十三章。从撒母耳记上十三章。从撒母耳记上十三章。我们要从扫罗的失败学习到。我们要从扫罗的失败学习到。要顺从神的吩咐。要顺从神的吩咐。不要做糊涂事。不要做糊涂事。撒母耳定了日期到吉甲。撒母耳定了日期回到吉甲。圣经是这样说的。圣经是这样讲的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天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天。但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。但是撒母耳还没来到吉甲。众人就离开扫罗散去了。众人就离开扫罗散去了。扫罗和撒母耳约定了在吉甲等撒母耳七天。扫罗和撒母耳约定了在吉甲等撒母耳七日，等了七天，等了七日，撒母耳还没有来，撒母耳还没来，百姓渐渐地散开了，百姓渐渐散开了，他发现情势不对，他发现形势不对，就在急忙中勉强献祭，
便在急忙中勉强献祭。看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二节，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二节，我心里想，我心里想，腓力士人现在要下到吉甲来攻打我，腓力士人现在就要下到吉甲来攻打我，我却还没有向耶和华求恩，我却还没有向耶和华求恩，所以我就勉强自己把燔祭献上了，所以我就勉强自己把燔祭献上。燔祭是甘心祭一类的祭，燔祭是甘心祭一类的祭，不能勉强献上的，不能够勉强献上的。扫罗不只是错于勉强的献上甘心祭，扫罗不只是错于勉强的献上甘心祭，同时他也不是祭司，同时他也都不是祭司。在旧约律法中，在旧约律法中，只有祭司才可以献祭的，只有祭司才可以献祭的。扫罗没有资格献祭，扫罗没有资格献祭，按照神的吩咐，按照神的吩咐，只有亚伦的子孙才能做祭司，只有亚伦的子孙才能做祭司。民数记第三章十节这样说，民数记第三章十节这样说，你要委派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你要委派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使他们谨守自己祭司的职分，使他们谨守自己祭司的职分，外人走近，外人走近，必被致死，必被致死。撒母耳是亚伦的子孙，撒母耳是亚伦的子孙。我们来看看撒母耳的家谱，我们来看看撒母耳的家谱。利未的儿子是加顺、哥和和米拉利。利未的儿子是加顺、哥和和米拉利。我们跳到二十二节。我们跳到第二十二节。哥和的子孙如下。哥和的子孙如下。哥和的儿子是亚米拿德，亚米拿德的儿子是可拉，可拉的儿子是亚席。哥和的儿子是亚米拿德。亚美拿达的儿子是可拉，可拉的儿子是亚瑟，亚瑟的儿子是以利加拿，亚瑟的儿子是以利加拿。我们跳到二十五节，我们跳到二十五节。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亚玛塞和亚西摩，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亚玛塞和亚希摩，亚希摩的儿子是以利加拿，亚希摩的儿子是以利加拿，以利加拿的儿子是索非，以利加拿的儿子是索非，索非的儿子是拿哈，索非的儿子是拿哈，拿哈的儿子是以利甲，拿哈的儿子是以利甲，以利甲的儿子是耶罗汉，以利甲的儿子是耶罗汉，耶罗汉的儿子是以利加拿，耶利汉的儿子就是以利加拿，以利加拿的儿子是撒母耳，以利加拿的儿子是撒母耳。那大家应该看到以利加拿这个名字很普遍，大家应该看到以利加拿这个名字很普遍。这里有三个不同人都是叫以利加拿，这里有三个不同人都是叫做以利加拿。那最后一个呢是撒母耳的父亲，最后一个是撒母耳的父亲。献祭的事呢应该由撒母耳执行，献祭的事应该是由撒母耳执行。扫罗不等祭司到就自行献祭，扫罗不等祭司到就自行献祭，这是违背神的律法，这个是违背了神的律法，也违背撒母耳的明确吩咐，也都违背了撒母耳的明确吩咐。扫罗是滥用他做君王的权利，扫罗是滥用他做君王的权力，谁知他刚献完祭，谁知他刚刚献完祭，撒母耳就到了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像扫罗一样，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是好像扫罗这样，我们不够耐心，我们不够耐心，等不了了，等不到了，心急，心急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怎么样呢？撒母耳记上是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是这样说的。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一十二节是这样讲的。撒母耳说，撒母耳说，你做了什么事？你做了什么事？扫罗回答，扫罗回答，因为我看见众民都离开我散去了，因为我看见众民都离开我散去了。你又没有照所定的日子来到，你又没有照所定的日子来到。腓力士人正在密末聚集起来，而腓力士人正在密末聚集起来。我心里想，我心里面想，腓力士人现在就要下到吉甲来攻打我，腓力士人现在就要来到吉甲来到攻打我，我却还没有向耶和华求恩，我却还没向耶和华求恩，所以我就勉强自己把燔祭献上了，所以我就勉强自己将燔祭献上了。
扫罗因为腓力士军队入侵的情势急迫，扫罗因为腓力士军队入侵情势的急迫，觉得时间非常的紧急，觉得时间非常紧急，就不等候神所定的时间，就不等神所定的时间，公然违背神，公然违背神，做了不应该由他办理的事，做了不应该由他办的事，他以为做了宗教礼仪就事事顺利，他以为做了宗教礼仪就事事顺利，虽然做的不是什么坏事，虽然做的不是什么坏事，在大战之前献神献祭，在大战之前向神献祭，但是以自己的方式，但是以自己的方式，按自己的意思去进行，按自己的意思去进行，这就是违反了神的吩咐，这个就是违反了神的吩咐，扫罗的献祭，扫罗的献祭，用礼仪取代了信靠神的心，用礼仪取代了信靠神的心，与一些信徒的奉献和祷告一样，同一些信徒的奉献和祷告一样，他们没有兴趣听神的旨意，他们没有兴趣听神的旨意，只顾自己的喜好，只顾自己的喜好，求自己的荣耀，求自己的荣耀，但等他们发现自己的路行不通，但等到他们发现自己的路行不通，甚至弄到焦头烂额的时候，甚至搞到焦头烂额的时候，便随便奉献一些的财物或者胡乱的求告几句，就随便的奉献一些的财物或者胡乱的求告几句，希望这样可以得着神救他们渡过难关，希望这样就可以得着神救他们渡过难关，为他们消灾挡祸，为他们消灾挡祸，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没有知罪悔改，但是他们的心却没有知罪悔改，像这样的献祭和祷告，像这样的献祭和祷告，实际呢是试探神，其实是试探神，碰碰运气，碰运气，看看是否灵验，看下是不是灵验，这样做呢会招惹神的义怒，这样做是会招惹神的义怒，我们信靠的神是爱我们的神，我们信靠的神是爱我们的神，他渴望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，他渴望和我们有密切的关系，只要我们专心爱他，只要我们专心爱他，听从他的话，听从他的话，他必为我们成全有关我们的事，他必会为我们成全有关我们的事，神有时候会顺延事情，神有人时会顺延事情，好试验我们的忍耐还有对他的顺服，好试验我们的忍耐和对他的顺服，所以呢我们受到压力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受到压力的时候，面对难以抉择的情势，面对难以抉择的情势，千万不要像扫罗一样，千万不要好像扫罗一样，因为急躁而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一些违背神的事情，因为急躁而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一些违背神的事情，只要知道是神的心意，只要知道是神的心意，就要义无反顾照他的计划而行，就要义无反顾照他的计划去行，要记着，要记住，在神面前，在神面前，过程和结果是同等重要的，过程和结果是同等重要的，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的十三到十四节这样说，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说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你作了糊涂事了，你没有谨守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的命令，你没有谨守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的命令，如果你谨守，如果你谨守，耶和华就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耶和华就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但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但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从撒母耳对扫罗王的话中，从撒母耳对扫罗王的话中，我们看到扫罗所犯的罪是多么的严重，我们看到扫罗所犯的罪是多么的严重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你没有谨守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的命令，你没有谨守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的命令，虽然扫罗有许多借口，虽然扫罗有很多的借口，比如说撒母耳迟到了，譬如话撒母耳迟到，百姓已经离开散去了，百姓已经离开散去了，腓力士的军队已经下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了，腓力士的军队已经下来要攻打以色列人了，他又惧怕自己没有祷告耶和华，他又怕自己没有祷告耶和华，其实祷告就是心里或者口里求告神，其实祷告就是心里或者口里求告神，不需要他去献祭，不需要他去献祭，但是这里呢显明扫罗连祷告神都没有做得到，
但在这里显明了扫罗连祷告神都没有做到，这种种的借口呢，不能减轻不顺服神的罪。这种种的借口不能够减轻不顺服神的罪。扫罗想找借口掩饰自己的错误与罪，扫罗想找借口掩饰他自己错误和罪，来为自己开脱，来为自己开脱，那反而呢失去了他的王位了，反而失去了他的王位。我们的神监察我们真正的动机，我们的神监察我们真正的动机。我们如果有类似的过错，我们如果有类似的过错，只有坦诚认罪，只有坦率认罪，他才赦免我们，他才会赦免我们，复兴我们，复兴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赐福于我们。现在我们回顾一下以上提到的四个重点。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以上提到的四个重点。第一，宗教礼仪呢不能取代顺从神的心，宗教礼仪不能够取代顺从神的心。第二，神顺言事情是要试验我们对神的顺服，神顺言事情是要试验我们对神的顺服。第三，面对压力的时候，面对压力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违背神的事，千万不要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做违背神的事。第四，过程与结果是同等重要，过程和结果是同等重要。罗伯特是一个81岁的老人家，罗伯特是一个81岁的老人家，他没有任何飞行的驾驶经验，他没有任何的飞行驾驶经验。但有一次呢，在非常危急紧急的情况之下，但是有一次在非常危急紧急的情况底下，他被逼驾驶飞机。1998年6月17日，1998年6月17日，他与一位叫卫斯理的52岁的飞机师朋友驾驶一辆小型飞机。他和一位叫做卫斯理52岁的飞机师朋友驾驶一辆小型飞机，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到印第安纳州芒西，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到印第安纳州的芒西。在飞行的途中，在飞行的途中，飞行员朋友呢突然心脏病并发死掉了。飞行员朋友突然心脏病发死了。这个单引擎的小型飞机呢隆隆作响，这个单引擎的小型飞机隆隆作响，快速的下降，快速的下降。这个时候呢，罗伯特呢就抓住那个控制板，这个时候罗伯特就抓住控制板，他用这个无线电求救，他用无线电求救，刚好在附近有两个飞行员听到他的求救声，刚好附近有两个飞行员听到他的求救声，两个驾驶员很详细的教他怎样使用驾驶盘，两个驾驶员很详细的教他怎样使用个驾驶盘，如何上升，如何上升，最恐怖的，最恐怖，难度最高的就是如何下降。最恐怖的，难度最高的就是如何下降。两个有经验的驾驶员首先在这个跑道上往返三次，两个有经验的驾驶员首先在跑道上往返了三次，才给没有经验的罗伯特试着下降，先至给没有经验的罗伯特试下下降。当时救护车已经被召唤到现场了，当时救护车已经被召唤到场了。后来现场的目击者都这样说，后来现场的目击者都说，飞机头啊很轻微碰到跑道几次，飞机头好轻微的碰到跑道几次，最后呢尾巴才稳定下来碰到这个地面，最后尾巴才稳定下来碰到地面，最后这个小型飞机在跑道旁边的草坪上停下来了，最后这个小型飞机在跑道的旁边草坪上停下来了。奇妙的是罗伯特竟然没有受伤，奇妙的是罗伯特竟然没有受伤。这个罗伯特虽然是个没有经验的飞行员，这个罗伯特虽然是一个没有经验的飞行员，但是因为这些指引是他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，但是这个指引是他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，他就绝对听从，他就绝对听从，结果救了自己的一命，结果救了自己一命。同样的，在信徒的生活上，同样在信徒的生活上，我们也会遇到生命中许多危险的事情，我们都会遇上生命中许多危险的事情。但如果我们跟罗伯特一样如此的迫切，如果我们同罗伯特一样的如此迫切，听从并顺服神的话语，听从并顺服神的话语，就会看到神如何奇妙的搭救我们，就会看到神怎样奇妙的搭救我们。
神的话就是这本圣经，神的话就是这本圣经，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生活规则和人生指导手册，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生活规则和人生的指导手册。我们如果去照着所说的去行，如果我们照着所说的去行，就必然走上成功的道路，就必定能走上成功的道路。相反的，相反，做违反圣经的事情，做违反圣经的事情，必然引致失败，必然引致失败。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二件事情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件的事情，这个事情呢是有关扫罗的失败，这个事情是有关扫罗的失败，就记载在十五章的里面，记载了在第十五章的里面。我们现在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，我们现在来看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七到九节。七到九节，扫罗击杀亚玛利人，从哈菲拉直到埃及东的苏尔。扫罗击杀亚玛力人，从哈菲拉直到埃及东的苏尔。生擒了亚玛利人的王亚甲，用刀杀灭了所有人民。生擒亚玛力人王亚甲，用刀杀灭所有人民。但扫罗和众人怜惜亚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。但是扫罗和众人怜恤亚甲，亦都爱惜上好的牛羊、肥牛犊、肥牛犊、羊羔、羊羔和一切美好的东西，同埋一切美好嘅东西。他们不愿彻底毁灭这些，佢哋唔愿意彻底毁灭呢啲。凡是卑贱的、没有价值的，凡是卑贱嘅、冇价值嘅，他们就彻底毁灭。佢哋就彻底毁灭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告诉我们说，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话俾我哋听，我们要追求敬畏神的心，我哋要追求敬畏神嘅心，建立一个敬虔的生命，建立一个敬虔嘅生命。神吩咐扫罗去攻打亚玛利人，神吩咐扫罗去攻打亚玛力人，彻底的除灭他们，彻底嘅除灭佢哋。因为亚玛利人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民族，因为亚玛力人系一个非常邪恶嘅民族，他们不单侵害以色列人，他们不单侵害以色列人，他们还掳掠其他的民族做尽了恶事，他们都掳掠其他的民族做尽恶事，这些罪恶已震怒到神那里去了，这些罪恶已经震怒到神那里了，所以呢，神要借着以色列人来审判他们，所以神要藉着以色列人来审判他们。可是扫罗和他的军队并没有按照神的吩咐，可是扫罗和他的军队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将所有的战利品毁坏，去将所有的战利品毁坏。以色列人清楚知道，以色列人清楚知道，凡是神禁止存留的，凡是神禁止存留的，都要完全的毁灭，都要完全的毁灭。这是一条律法，这个是一条的律法，神定出这个律法，神定出这条律法，为要防止人舍不得毁灭偶像，是要防止人不舍得去毁灭偶像。因为有许多贵重财物呢都是用金银做的偶像，因为很多贵重财物都是金银所做的偶像。这里显出扫罗对神的不敬不礼，这里显出扫罗对神的不敬不礼。因为保留了战利品，因为保留了战利品，就是直接违背他的命令，就是直接违背了他的命令。当撒母耳来见扫罗的时候，当撒母耳来到见扫罗的时候，扫罗怎么样对他说呢？扫罗怎么样跟他说呢？请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三到十五节，请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三到十五节。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，扫罗同他说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愿耶和华赐福与你，我已经执行了耶和华的命令，我已经执行了耶和华的命令。撒母耳说，撒母耳说，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的声音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的声音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扫罗回答，扫罗回答，这是众民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这些是众民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这些上好的牛羊，因为他们爱惜这些上好的牛羊，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为祭，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为祭，其余的，其余的，我们都已经彻底毁灭了，我们都已经彻底毁灭了。有没有注意到扫罗的话？有没有注意到扫罗的话呢？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为祭，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为祭。他可以说，他可以说，要献给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要献给耶和华我们的神。但是他却说，但是他却是说，耶和华你的神，耶和华你的神。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他跟神的关系了，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他跟神的关系了。耶和华神跟他无关，耶和华神跟他无关，神跟他没有个人的关系，神跟他没有个人的关系。所以扫罗以为大大打胜了亚玛利人，
所以扫罗以为大大的打胜了亚玛力人，但是神看他是大大的失败。但是神看他是大大的失败，因为他没有听从神的命令，因为他没有听从神的命令，又像撒母耳谎报战果，又向撒母耳谎报战果。他可能以为自己的谎言不会被人揭开，他以为自己的谎言不会被人揭开，或是以为所作所为不算是错，或者以为自己所作所为不算是错，其实是自欺，其实是自欺。撒母耳后来怎样对他说呢？撒母耳后来怎样跟他说呢？请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请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。撒母耳说，撒母耳话：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。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像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呢？岂像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呢？听从胜过献祭，听从胜过献祭，听命胜过公羊的自由，听命胜过公羊的自由。因为悖逆与行邪术的罪相同，因为悖逆同行邪术的罪相同，顽梗与拜虚无偶像一样，顽梗同埋拜虚无偶像一样。因为你弃绝了耶和华的话，因为你弃绝咗耶和华嘅话，耶和华也弃绝了你做王，耶和华亦都弃绝你做王。撒母耳是否说献祭的事不重要呢？撒母耳系咪话献祭嘅事唔重要呢？不是，唔系，他乃是劝扫罗检讨自己献祭的原因。佢系劝扫罗检讨佢自己献祭嘅原因，胜过献祭的本身，胜过献祭嘅本身。献祭呢是人与神之间的礼仪，献祭系人与神之间嘅礼仪，以物质的行动，以物质嘅行动表明双方的关系，表明双方嘅关系。但是如果人的内心没有真正的悔改，但系如果人嘅内心冇真正嘅悔改，没有真心爱神，冇真心嘅爱神，献祭就是虚谎的礼仪。献祭就是虚谎的礼仪，除非人表现出爱神及顺服他的态度，除非人能够表现出爱神和顺服他的态度，否则的话，否则的话，宗教礼仪或者仪式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宗教礼仪和仪式一点都没用。如果我们行事不是出于对神的专一与顺服，如果我们的行事不是出于对神的专一和顺服，单单外表的敬虔，单单外表的敬虔，去教会做礼拜，去教会做礼拜，担任教会的职务，担任教会的职务，奉献钱财等等，奉献钱财等等，是不够的，是不够的。真正的听命顺服是发自内心，真正的听命顺服是发自内心。扫罗自称遵守律法的条文，扫罗自称遵守律法的条文，但其实他忽略了其中的精神，但是他忽略了其中的精神。悖逆与顽梗都是重罪，悖逆顽梗都是重罪，这些罪绝非忽略神，这些罪绝非忽略神，任意而行，任意而行，个性倔强这么简单，个性倔强这么简单。圣经把这两项看作与行邪术、占卜和拜偶像的罪相等，圣经将这两项看作行邪术和拜偶像的罪相等，都是死罪，都是死罪。扫罗既悖逆又顽梗，扫罗既悖逆又顽梗，难怪神终于弃绝他了，难怪神终于弃绝他，将他的王位取去，将他的王位取去。悖逆神可能是重罪之中最严重的，悖逆神可能是重罪之中最重的，因为只要人继续的悖逆神，只要人继续的悖逆神，就是封了这个蒙赦免与他和好的门，就是封了蒙神赦免和他和好的门。好，同样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学到的三个重点，同样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学到的三个重点。第一，第一，单单外表的敬虔，单单外表的敬虔，不限制而没有真正敬畏和爱神的心呢，是没有意义的，好似献祭而冇真正敬畏同埋爱神嘅心系冇意义嘅。第二，第二，听命顺从胜于献祭，听命顺从胜于献祭。第三，第三，悖逆和顽梗与行邪术和拜偶像的罪相等的，悖逆同埋顽梗与行邪术同埋拜偶像嘅罪系相同嘅。还有一个女子中学。有一个女子中学，面对一个校园里面特殊的一个头痛问题，面对一个校园里面特殊的头痛问题，就是这些女同学，就是这些女同学，她们常常在这个洗手间的镜子上面玩一个游戏，就是在洗手间的镜上面玩一个游戏，她们涂上浓浓的口红，涂上浓浓的唇膏，然后呢各自的吻这个镜子，
咁然之後各自咧就去吻呢個鏡，結果呢留下了無數的口紅印，結果留下無數嘅口紅印。最後呢，這個校長無法可施的情況之下，最後喺呢個校長喺無法可施嘅情況下，就決定叫所有的女同學和清潔工人到這個洗手間來。決定叫所有的同學同埋清潔工人到洗手間嚟。女校長呢就向同學們解釋，這些口紅印造成很多清潔上的麻煩。女校長就同同學解釋，呢啲唇膏印造成咗好多清潔上面嘅麻煩。為了讓他們知道清潔上的困難，為咗讓佢哋知道清潔上嘅困難，他們就請這個清潔工人示範一次。就請呢啲清潔工人嚟到示範一次。清潔工人呢就把一個長棍的抹布叉子往這個座廁裡面的水一沾。清潔工人將一支長棍的抹布飲一下廁所裡面的水，就用來擦這個鏡子，用來擦這個鏡，把上面的口紅印給擦了，將唇膏印抹了它。自從那天開始，從那一天開始，這個鏡子上面就再沒有這個口紅印了，鏡上面就再沒有口唇膏印了。是的，當我們被引誘去不順從神的時候，是的，當我們被引誘去不順從神的時候，又或者當我們被引誘去犯罪的時候，又或者我們被引誘去犯罪的時候，如果我們能夠看到這個罪惡是如何的肮脏，如果我們能夠看到這些罪惡是如何的污糟，我們才不會想去做，我們才不會想去做，更何況接近他吻他呢，何況是去接近他去錫他呢。如果我們能夠記住，如果我们可以记住，不顺从神的罪呢是如何的严重，不顺从神的罪是如何的严重，而是与邪术拜偶像的罪相等的，是与邪术拜偶像的罪相等，就好像这个厕所的水那样的肮脏，就好像厕所水那么污糟，我们就会避免踏入这样的罪，我们就会避免踏入这样的罪。人性中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的，人性中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，我们都可能会有像扫罗一样的失败，我们都可能会好像扫罗这样失败。愿我们听到扫罗的事情之后，愿我们听到扫罗的事情之后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求主光照，求主光照，知罪悔罪，知罪悔罪，主耶稣愿意赐福给我们，主耶稣愿意赐福给我们，原谅我们过去顽梗悖逆的心，原谅我们过去顽梗悖逆的心，重新来靠主得胜，重新靠主得胜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，我们低头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我们在旷野的生命经验中，我们在旷野生命的经验中，往往是你给我们的机会，往往是你给我们的机会，要引导管教安慰，要引导管教安慰，使我们与你重新建立关系的地方，使我们和你重新建立关系的地方，求主坚定我们对你的信心，求主坚定我们对你的信心，让我们完全顺从你的话，让我们完全顺从你的话，帮助我们除去任何阻碍我们信靠顺服你的东西，帮助我们除去任何阻碍我们信靠顺服你的东西，如果我们有不顺服你的地方，如果我们有不顺服你的地方，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悔改认罪，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悔改认罪，求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求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重新与你和好，重新与你和好。主啊，你的道路是完美的，主啊，你的道路是完美的，你的话是宝贵的，你的话是宝贵的，你的时间是精确的，你的时间是精确的，我们愿意降服，我们愿意降服，我们爱你，我们爱你，遵从你，尊崇你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，阿们。诗篇37篇第五节说，诗篇37篇第五节话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，他就必成全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对于我们来讲，信靠顺服说起来很容易，信靠顺服讲起上来就很容易，要做到就困难得多了，要做到就困难得多了，但信靠顺服也是我们必须学习和操练的功课，但是信靠顺服也是我们必须学习和操练的功课。我们一起唱信靠顺服，我们一起唱信靠顺服，只要听主命令，传遍
此诵读使徒信经，前一齐诵读使徒信经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，因着圣灵感孕，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他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请一同领受祝福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今天为你祝福，耶和华也坚定看顾，你在家在外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必一路保护。你当除去恐惧的心，因为这不是从神来，靠着耶和华。